路加福音五章四到六节，讲完了对西门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”西门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”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。开到水深之处，原文是命令。对彼得一个人说的，而下网打鱼是复数的形态，显示耶稣命令一群人一起下网。水深之处鱼多，但也比较危险。主要我们在神的旨意中，在圣灵中进入深处，在那里我们才会看见、认识更多。当你在水深之处的时候，不要惧怕，神就会把危机变成你生命的转机。因为主在船上，有了上帝的人生，就可以战胜一切的风浪。整夜劳力是原文说经过整夜的辛劳劳力，一般在深水处下大网捕鱼的好时机，通常是夜间而不是白天，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原文是我们一无所获，但依从你的话。表示彼得自认在这方面的知识胜过基督。夫子是主人的意思，仅出现在路加福音七次，为门徒称呼耶稣的时候所用的。靠人自己的整夜劳力，结果是徒劳无功的，并没有打着什么。但是彼得顺服主，按照主的话去做，就看见了不同的结果。顺服就是蒙福。当门徒们顺服主的旨意，他的指示来打鱼，结果就是祝福满满，丰富到几乎使他们承受不了。神要你开到水深之处，你愿意凭信心往前吗？你是一个依从神的人吗？你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、主张，单单的顺服主的话而行呢？